你是哪来的？从济南，100多公里吧。200多公里。你来今天来带几只？肯定吃吧。这每天等着刚出锅的人多不多？想吃刚出锅的。嗯，也多。有的时候没出锅的，多少人就在外面等着了。热的好吃吗？热的也好吃，凉的也好吃。凉的吃的话劲道一点，热吃的话会比较香一点。我出30，一天出5到6桶。忘不了，炒菜就在石榴厅嘛。逢年过节一忙的时候就把炒菜就停了。这么大的饭店说不开就不开了？啊，太忙了，每天要饿的人太多，不做出来别人都不高兴。它这个口感是比较好吃的，你剁的话它没有丝的口感好。这个皮非常非常的筋道，拉丝的。每个人都拿上6只、10只、8只的，还有最多的就是拿到40只、50只的。40-50只得多少钱啊？7000-8000块钱。今天这锅都在吃，身上软烂入味，基本上很利骨了，在现在你看着都很利骨了。这是第三锅，这是一天的卖水吃多了，逢年都卖个300多、400，一个500的一种，能卖5万多块钱。来吃饭了啊？对，我是一家黄东西，不是在地店，不是地店。咱家一开始都是，一直干饭店，一直做饭店。这就是做这个一年的话，这人吃的越多，做的越多，做的越多。你自己研发的？已经处理好了，处理干净了。经过它这个一煮，这种越磨它越脆香了，脆香必须把它弄干净。吃起来不油腻，也不腥，也不腥啊。那基本上就是猪肉比较鲜，包括大锅本地人、外地人也非常喜欢吃。看一下这个鸭架，它这个肉，老鹅肉呢，比我想象中的它要。瘦肉要多一点。今天呢来到的是山东的菏泽市曹县，曹县的小小的一个县城，它汇聚的美食特别的多，可以说是一个美食之都。它啊，就是这有好多种，有个7-8种的，都是我在全国各地没有见过的。先找到的这家是熏老鹅，熏老鹅呢是先卤后熏的，后熏呢它是熏出那种焦香味儿，可能显得就是比卤的那种吃起来更解腻一点，那个表皮呢也会。就是有那种熏的烟熏的那种香味吧。可以看一下它熏过的这个表皮儿，它那种类似于就像烤的一样，
不是说卤出来的那种淡淡的卤色，就有点那种焦香的颜色。它这个熏老鹅呢，其实是在河南的郊区，咱们有可大一个饭店。以前卤老鹅就是他家的特色，后来这个老板就嫌卖的人模仿人太多，他就自己创新这个熏老鹅。现在目前来说就是仅此一家，生意是特别的火。它这个皮儿呢，吃起来不光是那种焦焦的，还有点脆脆的那种感觉。肉呢，就是因为是先卤了4个小时以后，所以它这个肉非常的入味儿。在这个之前呢，我是没有吃过老鹅的，所以我想到老鹅它的肉会稍稍有点腻，结果它就是比鸡肉呢没有鸡肉那么柴，又比鸭肉更香一点。不知道是因为它熏的好，还是老鹅本身它这个肉质就好。那个老板娘说，就像这种一丝一丝的肉的话，它是有年份的老鹅才会有这种肉的。它先卤得非常的烂，可能因为当地饮食习惯的不同，它这边人吃东西就是稍稍有点咸的，就是我吃的后味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咸，但整体很香。这个